这莉莉亚虽然好打蟾蜍啊，其实我觉得还行，应该不难打。主播的纳大吗？需要这么忍一下吗？不用不用，我的不大，不用忍。OK。我的医生造型不太行了，跟那个阿北一样啊，不太行了。烂，有点烂。他得回家了。我这个医生不太行啊。哦，好累哦。小蛇，贴身嘛，我不要跟贴身交手、欸，我怕我看到小蛇忍不下心，对他下手。但我很希望抽到北美啊，抽北美就是运气不错，抽到北美就是赚了。今天很呛是吧？完了！哦，卡墙了！吼吼吼！完了，送一颗头了。不准备输啊！秒一个，都秒两颗了，奇怪，怎么还捡着？我应该可以少死一个人。不是哦，我电到雷兹的、哦。雷兹不直接死了吗？你在说什么？是你自己控 Q 了？我肯定是没有控到，大姐太冷了。刀子说啊，不知道为什么后面输了。很快，大姐开的很正常，是不是人都会开的大姐？建议各位啊，快跑！然后听其实大家有殉情的是水饺大队，明明感觉很牛的，而且有狼位，这些很多人，这些人之中出了一些闪电的人吗？这么优还能被逆转，所以你被看到了，快跑啊！死啊！完了，狼位就出自于这个人吗？他是胡信玩家啊！他是胡信玩家啊！这个勾到了，那我怎么卖你呢？喂，别死了，操！喂，豹女。跟他笨死了，这英雄。Know your fucking place, trash！ 但是，一直送哎、欸，这装的。不是啊，下路不是中下不是有吗？不是我送力吗？开始，怎么你这样？
完了，没有那个，好。 哎呀，闪的比我快啊，一样快啊，二比一啊，这把雷兹给秒了，好可惜。哎，太可惜了，这把怎么会输啊？今晚我感觉中我裂啊，一开始打一打怎么是冬夏也全裂啊？太奇怪了吧？这就是锤石加凯撒的问题啊。 帮挡！好，好，飞机拿到了。哎，白痴打野的人。